旧情的海边，又叫声遐尼水，可惜爱消失去。旧情歌，写写爱笔。世间烦恼贪嗔痴，贪食心的，嗔食心魂，痴食心苦。啊，世间都安尼啊，我未哪有法度通改变。我走，我走，我到底都要安怎做，才有法度通化解这个心魂？烦恼什么货啊？来呀空，去呀空，人间好光景，无来呀无去。假使讲我来当用我一身躯来化解千年仇恨，安尼算算的，我倒赚的。阿弥陀，阿弥陀，阿弥陀佛。我知影这是什么所在啦？这是咱两位师傅，嘿，所有历代高僧的舍利子拢去伊遮啦。啊，这舍利子吼，是咱两位师的殿师之宝啊！哈，这老七弟的吼，你外口妖魔鬼怪哦，都唔敢来作怪啦。嘿嘿，啊是讲，哪吒一讲吼，我无伫咧两位师哦，你嘛赶快来好好照顾这舍利子仔。我知啦，我知啦，啊知几知吼，你也是赶快紧甲我出去啦，干免让师兄知吼，伊来骂我啦，你莫害我啦，你出去啦！哎呦，笑骂由人，欢喜自得啦，唔免惊啦，你甲看，哎呦呦呦呦，有意思哦，有意思哦，这拢发光发光哈，啊是有意思无意思，一切拢是空啊！对啦对啦，你讲嘛有影啦吼，这。今日唔知明日事啦，啊，既然咱也唔知影咧，这当然嘛是空啊。哟，未歹未歹哦，哎，看袂出你的资质哦，比讲了啊，佫较好啊。你也无安尼，要过你唔是快点，我快点。嘿，你这个人无主见，一切吼拢以讲了意见为意见啦。你拢唔知，这拜佛都要诚心，修佛都要诚心啦，哈。啊，上要紧啦！但是讲哦，你若是找到你家己了后吼，我相信你的修行哦，会比公娘啊更加快。你较快，你阿妹啊，我比孙仔较厉害哦。啊，当当然嘛是有影，那公娘话嘿哦，哈，世间的贪嗔痴三毒吼，伊无欠甲一项啦，所以讲，伊一世人要修吼，困难哦。你就知有要紧无要紧啦，你搁较较小心哦，伫我后壁讲我歹话啊！我无啦，我免哪讲，我要甲天照当，都嘛小姐天讲的。小姐天啊，你是好霸上瘾哦，啊无代无志哦，第一哦，西龙翁孙兄弟的感情啊！哎呦呦呦呦呦，言者无心，听者有意啦！哈，都参照他拄啊，你伫我后壁用牙棍啊，偷偷要甲我拍，结果去拍到自己，哎呀个！你若搁安尼继续执迷不悟吼，嘛是最后会害着家己。你伫人背后讲人个闲话，你搁有理哦？啊，搁有啦，我怕我家己哦，我家己欢喜甘愿啦，你管我嘞？对对，有影有理有理有理。唉，福甲祸吼，拢是世间人家己自找麻烦啦。啊，我何必多管闲个事，对不？唉，我看我还是来走好啦。谢谢。叔兄，我感觉哦，咱咧小姐店哦，咱今仔日咱怪怪呢。那小孩当然嘛怪怪。啊，你去做你的代志啊。哦，好啦好啦。安仔，今仔日足水的呢。是啊。像，拜托，你我看，拜过。
看看看看。这个不是我害你哦，我是叫何恩的。阿公师傅啊，你来这是要创啥？我来这是要跟你讲啊，啊，你那是要搬走？搬走？啊，那当然啊，啊，你母仔都已经团圆啊，啊，这间厝哦，成阮二阮四的产业啦，你敢好意思一直住落？啊，你来这的意思是要搬走咯？嗯，你那边来讲哦，嘛是可以啦。公老师傅，东哎，你别过来，哦，我甲你拜托，你嘛知影你是一个厝的尾囡呐，老人家哦，真有害人啊，我叫你害了，敢阁无教？你一来遮，我唔是家乡，就是家乡，就是家乡，规身骨拢是伤嘞，命哦，差点叫你背去啊！啊！你受伤，跟搏击有啥关系啊？你嘛袂讲呢？我哪有袂讲？迄搏击哦，是母子转世嘞，谁该做的谁衰啦！我不是警告你，别学袂讲话，偏偏你爱乱讲。我讲我敢会歹话？一个林文贤臭回收，我要治你的命！快啦！你闪开啦！搏击，你莫杀伊啦！我是不是好人呢？对，我是好人。歹人啦、啊！恁林文贤是拢是歹人，是恁潘伯仔无法度做伙。夫人啊，你哪讲唔对咧？是我互恁伯仔团圆，唔是我害恁的咧。不管是唔是你，恁林文贤回收拢该死，尤其是你，你是干事，更加该死。无安尼啦，我从即摆开始，我卖做干事，我随离开林文贤，安尼好无？你卖害我啦！已经袂赴啊，当好死人。阿娘，你卖害伊啦！阿娘。你走啦！阿娘，伯格啦，你拄则是安怎要帮助迄个回收？你过来。你唔免惊啦，阿娘袂害你。阿娘。你拄仔足恐怖的呢，阿娘，是予遐个人逼的，是因拆穿母仔仔。阿娘，阿娘袂失去你，为着要保护你，阿娘安尼做，也是不得已的。阿娘，你莫哭啦。是回收，拢是歹人。以后要甲因斗相共啊，知无？就算用的讲你是妖怪，我也袂相信。你个结拜小弟，真正是安尼讲的？要唔过用的做啊足好的哦，伊一定是去予迄林伟贤回收骗去的啦，伊袂害咱的。你阁这么细汉，唔知人生险恶，这个世间你愈相信的人，就愈有机会害你。你千万吼，唔通予伊骗去呢。袂啦，永会袂安尼做啦。好啦，安尼就听你的，放伊煞。啊，不过你家通知，叫伊马上离开林阮氏。那无以后若是发生什么代志，就莫怪我。哎呦，苏兄，啊，你这是在创啥物啦？不要怪啦，你先别再搁讲啦。苏兄啊，哦，你嘛较拜托的，咱这是庙师呢，哪有啥物妖怪哦，敢自卖啦？哎呦，你啊，啊搭到规房间啊，全乌亮安尼，有代志来传出去哦，你用笑死啦你啦！我干嘛用笑死啊？做庙我死较好啦。啊，无你的代志，你出去啊。好了。等下，有啥物代志啦？你林伟贤回收，拢该死，尤其是你，你是干事，更加该死。啊，对啦，杜明，自即摆开始吼，干事由你做，啊，无代志，莫来找我，知无？我做干事。哎，杜明，你是发烧哟？对，叫你做，你就做啦。
好啦好啦，出去啊，无你的代志啊，来出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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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啊，这没关了。啊，我关关关，我关关关。知影这符号是毋是有效呢？这不行，性命较要紧。不过还是保护款款的，离开灵魂石哦，安尼样较安全哦。伫咧外口，甲我饲一只狐狸精，你骗下到死好啦！怎？哥想要甲我拍哦？好，要紧嘘嘘哦。进去。团，你先甲走来请你。我有话要甲你讲。即马讲话无方便，你去灵魂寺门口等我。段，我来啊啦！段，你伫倒位？我伫遮。哎，段，啊，你找我有啥物代志？我是来通知你，你紧离开灵魂寺，若无会有危险。有啥物危险？刚刚你已经知影，你那娘是妖怪啊！我那娘不是妖怪啊！你那是讲袂讲，我袂睬你。哦，我袂讲，我袂讲。我甲你讲，我那娘伊真正不是妖怪啊，迄拢是灵魂邪会是我袂讲的。阮母仔囝会鬼哦，嘛拢是因害的，所以哦，伊要找灵魂是报仇啦。你紧入去灵魂是，若无你会危险。啊！不过这件事，我叫我袂用个离开灵魂寺啊！也若无吼，我会有危险啦。你莫猜迄小弟弟啦，伊是歹人呢，伊欺负阿娘。我已经跟阿娘讲好啊，你若是离开灵魂寺哦，伊袂为难伊的，你也相信我。对，不是我唔相信你啦，是我亲目睭看到你。你莫再讲啊啦，要走唔走，随在伊啦。到时阵啊，莫怪我无甲你提钱。对，我保证吼，我会离开灵魂寺啦。啊，不过。我离开灵魂寺了后，咱阿爹可能无多个见面啊哦。我已经找到我阿娘啦，没有问题。你家己来保重哦，我先来走，不会不急。对，保重啊！你先弄你这嘞！我若是无安尼做，哪有法度留你？原来你是利用阮大骗我出来。对恁这个想要迫害阮母仔甲感情的人，敢有这种信用？我要让你办干死！我定要对伊走啊！我无爱你，你紧走！哦，你会当讲话啊吼？你甲我骗哦！你骗我就是为着要甲一只狐狸精走？无唔对，你紧走啦！死阿勇啊！有够无良心的！恁人阿某做十年啊，你竟然叫我走！紧走啦，水某你紧走啦！你卖乖啦！我就和你做一对江苗鸳鸯，和你做伙去阴曹地府报道。哪安尼啦？你敢害我呐？我甲你拼！算了，来啦，你是妖怪，你拍袂赢伊啊！哼，我就是妖怪，你紧认命，等下。我求你啦，你若放过我人哦，我啥物拢答应。我求你，你有啥物资格甲我讲条件？你替伊求情，我就先杀你。你杀我死我！
如果是那道灵光，只要夏丽珠无毁掉，我永远就无法度毁掉灵魂石，是要安怎报仇？师傅，看一阵你紧走。不爱啦，你唔走，我嘛唔爱走。我求你，我拜托你，你放伊煞好不好？你要我放伊煞，会用嘞。啊，不过爱替我去偷摕一项物件。好，无问题。什么物件？我爱你去偷摕灵魂石内底日在高进的夏丽珠。只要夏丽珠摕来，我就放你两个一条死路。水宝，伊讲的无小心了，你唔通相信伊，你紧走啦！你唔爱相信，嘛会用嘞。我今嘛就甲你抬死。卖啦！好，我什么拢答应你。请叫你去，应该是无啥物关系啦。等下，哎，别客气，别客气。等下师傅，等下师傅。哎，莫老师，你真正就安尼回提走哟？啊，无变转啦。上好是伊提去，会当救人。我是要上惊就是讲伊提去，啊，我都救人。孤枕的海边，有鸟声遐尼美，可惜爱消失去。孤枕歌。下下爱彼此。